去喝啊！买几啊济啦？你找啥啦？你哪会这么烦呐？什么代志拢要管，拢要管？啊！你客这哪是要创啥啦？哎，该看就知影啦。对啦，新买的啊！啊，你无爱伫咧厝食饭，那只饭菜包包，你是要去单位啦？哦，我啊，啊，我是想讲哦，啊，你食较少，啊，腹肚搁枵，啊，看到我食吼，较等下我分嘛才去，安尼我就恼死啦呢。所以吼，我也是家己外口食，安尼较妥当啦。敢是安尼？唔对，以我查甫人的感觉，代志一定无遮简单。素拿一个碰到地面，敢是要搁去找迄个白泡泡的狐狸精老皮温？啊，这老狐狸精吼，啊，我先回去啊吼。啊，你莫甲我送哦，莫甲我送哦，去食。先生，你加吃一寡，即马分量减一半，敢那吃无啥会饱哦。嗯，你咪同款啦，你加吃一点啊。嗯。心肝宝贝来啊！来讲生肖啊，那是我听到的第一梦醒八九天啊。撇文，金家。做阿姑娘，伊哪有这么麻烦啊？准备这么多物件给阮，啊，你家己要安怎？哇，我未要啊，我一点拢未要。哇，未要。宋阿姑娘，你敢真是未要？你要炸一锅回去无？唔免啦，我看撇温食，我就足欢喜的啊。坐落来啊，啊，紧坐落食，紧来紧来。啊你，我既然是你给我吃，我都无客气啊。就是啊，苏娜姑娘，你对阮遐尔好。我是要哪报答你才好？唔免啦，因为吼，唔是恁，是单位伊尔，啊是讲报答咯，免遮尔麻烦啦。啊，若是撇阮，伊坚持要给我报答，安尼咱两个就来一段婚外情就好啊啦。啊，你是安怎？啊，哪会拢给透透出来啊？啊，我突然间。感觉我身体无啥爽快，我怎会咯？妈，爽快！这个样你要老公吗？哦，我你现在看我看无啊？看无呢？宋娜姑娘，我今嘛总算知影你小娜巴肚袂枵啊？是安怎？因为你吃神仙的豆腐，吃个饱啊，对不？哎呦，你还要在讲讲啦？对呀对呀，真重要呢。哎，苏拉姑娘，你平常伊汗臭这么好，这么粗用，我给你盖一个哦，我都挡袂掉啊。哎，人女生是查某囡仔，你真大懒啦。嗯，啊，懒得雄雄哦，袂记你啊啦，女生，拍你来，我代志啦。坐来继续吃，紧的啦，紧的啦，啊，你家己坐啦哈，紧吃。哎，我看吼，我看唔免啦，你家这物件摕转去好啊，好不好？摕转去啊。是安怎？因为先生今日感情济，爱用肉体来形。阿弟，卖食伊个，食阮个。先生。今麦这个情形，敢那捌发生过吼？你别有讲啊，我连吃一顿饭我都不得安宁。哎呀，我真是这头脑也大。老公，老公叔，这个过吼，谢谢。阮吼无需要你给阮肉体啦，只要你会当给阮家己吃，阮就心满意足啊。对啊，啊不过吼，若是讲你愿意家己的肉体给阮吼，阮嘛
是袂反对啦。来吃好，恁哪安尼啊？明明就是我上来的。嗯，无你即摆是安怎啊？你这死大拖啊！你走，你走啊！不相信来，我就袂使来啊，安怎？对啊，你选。你袂选，你选。将军，什么代志？哎，伊是问我什么代志？你应啥？奇怪呢，我嘛是将军啊，相公伊一定是在叫你哈。当然是叫我，你。你安怎啦？你，伊爱考个爱对路，你真爱考爱对路啦。两位将军，你莫讲冤家啊！你来找我什么代志啊？你嘛是同款，甲送食的来哦。对啊。你看这么多呢，够好，够鸡呢，够馒头呢。你头上无你怎啊的哦？你怎啊叫你香槟啊？快来，快来，好香！喂，讲话，讲话，讲话，喂，我够浓呢，我有五百五啦，我爱拢来咧，我爱死呐。张景玲哦，我刚才不看见，不是现场啊？无法度啊，香蕉先生接袂人。不是不肯接受恁的好意啦，是因为伊的身体今日有淡薄仔无爽快。所以先生伊较想买，伊较想要食糜。喂，我给你煮，我给你煮，我给你煮，我煮，我煮，我煮。嘿，哇，真是拢走嘞。好佳哉，嗯，唔对，啊，姐，索达，哎，索达，你在创啥？叶文，我怎么像伊遐戆嘞？我要留来陪你。哎呦，索马姑娘，你哪愈来愈敢跳啊？索达。